华诉求救火，凭证惊险进四强。七局下，南英罗一分，一出局攻占一二垒，凭证派出王牌投手宋文华，虽先投出保送，但连飙两 K 化解危机，让去年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的冠军凭证高中下半局士气大振。八局上一两安打，三四死球攻下三分，最后凭证以7-3击败南英，闯入四强，继续往卫冕之路迈进。黑豹旗进入16强赛后，各队实力越来越接近。卫冕军凭证昨天8强赛对上南英，陷入苦战。双方在前五局各有攻势，所以我敢互咬比数。直到8上攻下三分，加上王牌宋文华速球连发，火源2.2局投出3次3振，守住战局，最后顺利闯进四强，距离卫冕路只剩2步。另一场比赛更刺激，去年黑豹旗亚军桃园农工同样陷入苦战。打击群始终无法突破大理高中中继投手的封锁，直到第9局把握牛棚投手梅利攻占满垒，并靠着穿越二游间的再见安打3-2赢得胜利，进入四强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